我对不起好多人，心情好糟好冷，让我哭，别安慰我好吗？哇，你们上门那么好，也是坏呀，咋的？你贵呀，咱俩也高一点。是我。五大师，哔哔哔哔，五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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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师，哔哔。无大事，的炮友怎么翻？乌拉拉木恩。
那如果你可以讲我把布灯给带一下你那个你要堵住他小便出来的地方啊、哦、我是太巴郎的土生土长的金虫、哦、开始。想要的人会爱
아멘. 아니야. 누구? 아유. 如果那个干你娘要怎么翻？哦，没有，如果到字面上翻出来要怎么翻？干你娘哈，九问雅雅术。哦，操鸡巴要怎么翻？操鸡巴是九问比比。自己挖怎么讲？还拿灭火？那帮我挖怎么讲？还灭火去改。不要挖到别人的竹笋怎么讲？要灭火让那。我喜欢竹笋。你的姑阿弟。吃竹笋很舒服。有点帮我翻译，吃竹笋很舒服。蛮别的体验，那你会看到跟台湾天很热怎么讲？打电话，今天很热。打电话。肌肉，小鱼肌肉。我喜欢吃槟榔，最后一个，我喜欢吃槟榔。满月饼肉，你怎么吃那么多？塞到嘴巴不能讲话。你吃几颗？一个。一个而已吗？哦，那明天要过来。好，拜拜，端午节快乐。好，拜拜。鸡飞狗跳，鸡怎么讲？大就那么难了。飞，拉嘎狗，好硬跳。好棒，怎么会问这个？好，那个不是玩让小朋友学单字。哦，红男绿女怎么讲？红怎么讲？干啦，男生。你贵，
绿色。大色。女生。美丽。好。吴宗宪有一首歌《屋顶》，屋顶怎么讲台湾？屋顶哦，拉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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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拉木。那月经怎么讲？那是血，拉木，拉木，拉木是血，拉木是。那个很像，哎，有一点像，那个音调有一点像。你不能是讲月经，说血，血是拉木，拉木，拉木跟拉木不一样。有两种，我还。你再发音一次。拉木，屋顶，拉木。拉姆哦，拉姆，拉姆。那月经呢？瓦汉，月经是瓦汉，好，瓦汉。保险套的话，只要太阳话，怎么可以形容这个新产品？是嘎巴，嘎巴。怎么形容比较贴切？嘎巴是袋子，是不是？还是就是那个就是稍就是类似袋子啊，类似那个意思。但是它国语是叫保险套嘛，哈。那太阳话怎么翻最贴切？就是那个翻译的艺术。怎么形容会大家觉得说哇，这形容很棒。撒入的嘎巴。撒入啊，撒入乌达斯嘎巴。撒入。撒入是什么？撒入是包。乌达斯是你的那个嘛？男生的器官阳具嘛。嘎巴就是那个套子。撒入乌达斯嘎巴。撒入啊。对，应该是。撒入。好。那个叫五大是那个喽，也要讲哦。他去哪里？他去公寮吗？Banana 香蕉。哦，那个。Banana 香蕉。Banana 香蕉。
什么叫男生有香蕉？不带纸。男生有香蕉。男生有香蕉。香蕉怎么讲？板棍棍棍棍。香蕉很好吃。真的很香蕉。阿爸，啊，我肚子饿，我想吃饭，怎么讲？马上让你。马上让你。嗯，关机。啊，你放出来。阿爸，啊，我肚子饿，我想吃饭，怎么讲？马上让你。您所拯救的是无数的海洋生命，哇，太重要了，嗯，所以一个防晒用品的选择其实你只要注意一下就 OK 了。嗯，可以。物之外还有什么事情阿杰还没分享的，我们下半段呢继续邀请阿杰来说说看呢。嗯，好，那么接着呢来自故乡的月印呢可以营养啊比比打炮啊比比打炮屁屁打爆，屁屁干你，屁屁干你，漂亮。可以啊，有的看一看怎么形容都可以啊。沙布嘎巴乌达斯妈妈。好，对。那个我们常吃那个热狗哈，照字面翻，热怎么讲？鸡肉。狗。好近的，香肠怎么翻？很像是熟干巴嘞。那个大肠呢？Use， 手干巴拉 use 啊，手干巴拉 use， 对，手干巴拉 use， 辣妹，很辣怎么讲？很辣，很辣，没辣巴嘞。那个妹妹怎么讲？所以跟那里，那个谢金燕那个姐姐怎么讲？唱歌。所以跟那里，我们玩那个扑克牌哈，大老二要怎么办？我把乌达斯，胸罩怎么讲？啊不。奶嘴帮我照字面翻，奶怎么讲？布布，嘴巴，呱，卫生棉要怎么讲？如果讲吸血的布要怎么讲？小的没有，大棒小大木。尿布呢？尿尿怎么讲？大布的木。蝙蝠怎么讲？
鸟病。好，那个鸟病人怎么讲？狐狸。鸟病是蝙蝠侠可以翻鸟病是狐狸吗？哦，对对，可以哈。超人哈，那个超级。超人。那人怎么？狐狸。欧巴是狐狸。狐狸是人嘛？哦。超人。乌鸦怎么讲？加工。那乌鸦嘴怎么讲？加工瓜。排骨怎么讲？骨泥。那鸡排呢？鸡就是鸡嘛。那大骨泥，那大骨泥哈。那个腿怎么讲？母鸡。啊？母鸡。母鸡有一腿怎么讲？马屁股头母鸡。